那个也是民房，学校那边民房，这边原来可能规划就是这一块，后来人多了，那就慢慢往那里迁了。这地方是我看那个南阳特别清楚，这房子。它这个就是一个矩阵型，一个椭圆形，是吧？对，是吧？对。它这个。 它倒不像我们这样到处散落着建啊，就建的很集中啊。对，那个部落，嗯，你看这边就老的了，你看像也像百年。